一個金鐘的 KFC 海富中心分店咧，就有呢個 KFC 快脆點餐機喎。只要下載咗 KFC 呢個點餐 app 啦，就可以用到佢嘅點餐機噶啦。咁個點餐機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個 sensor， 只要用動作咧咁就可以點餐噶啦。同埋咧，佢係支援呢個粵語語音系統嘅，咁所以可以係用翻廣東話都可以點餐，要埋單就可以埋單噶啦。KFC 快脆點餐機，依家就過嚟攞餐啦！你哋嘅餐齊㗎啦，唔該曬。